全球关注的史诗级搜救任务悲剧收场。Discovered the tail cone. 我先示范一下，如果你们等一下有兴趣，可以玩看看。这个需要在里面装一些水，但是不要太多。我们要把它加热。因为会烫嘛，所以要么就是拿那个夹子哦，拿烤肉夹也可以。它加热需要点时间呢。装水的目的就是让它先把水加热到沸腾哦。但是水不要装太多啊，你如果水太多，你等于是要加热很久。我们只需要水蒸气，等一下它一点点水哦，加热很快很快就变成那个水蒸气，它的水蒸气会把里面的空气给稍微挤到外面来，所以里面就会变成大部分是水蒸气。那水蒸气我们等一下把它像现在沸腾了，速度很快可以了。那水蒸气会把周围的空气里面的空气赶走，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它倒过来放到水上。看清楚啊，放到水上，水上，给你们知道怎么做嘛，所以给你们玩看看，这个就叫做内爆，大气压力瞬间把它挤扁。那个技巧是你放的时候拿好，把那个水盖到那个就是表面就好，你不要把整个塞到水里面去，不需要把它塞进去，因为你塞进去那个水会被它吸进去，你拿好稍微盖着就好。有人要试试看吗？老师，我我是玻璃喝的，我酒啊，今天那酒，装一些些水，装一些水，不要太多，一点点就好。我也要看看多少 ，OK。我记得以前有学生连做了好几个都失败 ，OK。它水吸进去了，你要拿好，然后让那个瓶口稍微盖着这样子 ，OK， 还可以再一次吧，这个没变形，还可以再试一次，再给你一个机会。帅，好，换你了。
还有谁？还有谁想要帅一下的吗？这个其实你在家也可以自己玩的，只是说小心那个你家有瓦斯炉吧，瓦斯炉就可以用了，只是小心不要被烫到就是了。没有吧？装一些手套，装一些水。我看可以吧？这个泰坦号的，它大概就是潜，其实它没有潜太深，应该是潜到两三千公尺左右，它就整个就被压扁。等一下，我们让黄尚玉表演完。哎，我们要哎，好好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准备，先。好，很快。求助广播，各班门窗变成电风扇。好的，是吗？记得关好。加接工的所有的同学，赶快向门口移动。回家。离家社的同学，全班都要排队。而如果要留下的同学，不要在教学区逗留。那个。快下一班空间活动，关闭。需要先离开的可以。好，那。要一直算钱，太爽了！